对他的车牌318 328 OK 没问题，那我们就进去啦。好，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Temple Club， 所以很简单，他这边吼有写你的金额，所以不管他怎么绕都没关系，你也不怕就是说会被多收钱，因为一开始的导航设定就已经设定好你的价钱，所以就是3万块。